欢迎收听快穿之反派又黑化了，吾乃神手虚空，来喽来喽。第1107集，柳下家主竟与归海龙勾结，暗中为归海龙培育半吸血鬼。近两年猎人们都被低等吸血鬼分走了注意力，再没有精力关注别的事情，就算知道有失踪人口，也以为这些已经被吸血鬼转为成了同类，变成了吸血鬼的奴仆，却没想到这部分人根本没有变成吸血鬼奴仆。柳下家主在自己一处庄园地下室囚禁了这些失踪的人类，归海龙则秘密派人送来几只贵族吸血鬼。吸血鬼与人类没日没夜交配，最后成功孕育了不下20只半吸血鬼。如今这些半吸血鬼最大的不过一岁出头，小的只有一两个月。猎人们赶到地下室的时候，这一批半吸血鬼已经被送走了。万俊老爷子看着自己的老伙计兼亲家，不禁痛心疾首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一名猎人？柳下家主一脸平静地道。看我脸上的这些褶子，我老了呀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可是我还不想死，死了的话，现在的这一切全都没有了。哼，不想死？所以你就丧心病狂的跟吸血鬼合作？你看看你都做的什么事儿啊！因为他能许我长生，不用变成吸血鬼就能长生，我不用太多，能活到120岁就行了。你糊涂啊，老伙计，对不住了。万俊老爷子这一瞬间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赶紧去阻止归海龙吧，后天也就是15月圆的时候，他会在当晚吸干那20多只半吸血鬼婴孩的血，如果让他得逞了，他会实力大涨，任何吸血鬼和猎人都将不再是他的对手。到时候他如果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吸血鬼王国，这个世界必将变成人间炼狱，连猎人也无法阻止了。柳下家主说完这话便闭上眼睛。后天晚上，这就是说猎人只有不到两天的准备时间，猎人上层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聚集了所有能汇集的猎人。虽然他们有专门对付猎人的猎血枪，但这一次深入吸血鬼地盘，他们根本占不了上风。眼看着大战在即，消失许久的赵锦轩突然回来了。赵锦轩还带回一个重要的朋友，那是一个男人，长得十分高大魁梧，身上肌肉都快要撑破衣服挤出来了。南巡见到这魁梧男人的第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身份，是狼人。啊，不不，是狼人领袖，不愧是亲子的妈妈，碉堡了。狼人领袖还带了自己的族人，狼人现在仅存的数量不多，只剩下100多个了。但是除了幼狼，这一次所有狼人都准备同猎人一起参战。不仅如此，万俊月灵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份吸血鬼大本营的地形图。肯定是御风爵送的。也或许是北宫明给他的。这份地图靠谱吗？不会是陷阱吧？有人质疑，万俊月灵目光微闪，语气肯定。是真的，我愿意拿性命担保。小八嘻嘻一声。嘿嘿，爷猜对了，你瞧他那心虚的模样，绝对是御风爵送的。原世界里御风爵没有帮助归海龙，但也没有帮助七运子啊，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帮助了他。猎人将归海龙与柳下家主勾结的事情公之于众，让所有吸血鬼也知道了这件事。事情发展比想象中好，有很多吸血鬼家族反对归海龙的恶行，他们禁止吸血鬼与人类私通，可是归海龙身为王族吸血鬼，居然主动打破禁制，暗中勾结猎人做这种事情，高傲的吸血鬼们无法接受。
然而当天就传出了这几个吸血鬼家族家主被灭的消息。归海龙丧心病狂地杀了所有反对他的同族，他不知用什么秘法，身上的黑暗力量居然没有受到影响。接下来不断有吸血鬼被他斩杀，以至于原本反对的声音飞速消了下去。这一战的爆发已经无法避免。在确定了攻打战略之后，十五这天中午，烈日当头的时候，猎人们开始行动。本打算趁着白天低等吸血鬼不敢露面，高等吸血鬼实力大减的时候攻打吸血鬼，却不想吸血鬼的地盘外早已设下重重迷障。虽然已经猜到这种情况，但猎人们的神色还是凝重起来，看来这势必是一场恶战。猎人们在外面来回打转，怎么都无法破开迷障，眼瞅着再过个一两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南巡突然走了出来。让我试试。喂，不是南巡啊，难道你又要？南巡双手结印念诀，没多久他周身狂风大作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气流，众人心惊不已。给我破！南巡陡然展臂，这一股强大气流仿佛化作了一条无形的巨龙，呼啸着朝前面冲去。隐约间众人听到了龙吟的声音。哎，看来你真的是急着找死呢。趁着我还是猎人的时候，能多做点好事就多做点吧，这样等我以后变成吸血鬼了，他们也不会太难过，不是吗？啊，是是是，你说啥都对，这些也不管，记得亲自弄死大反派就行。眼前的迷障就这么被南巡破开了，低等吸血鬼不敢在这个时候出现，猎人只需要对付数量不算太多的高等吸血鬼，这大大减少了他们的负担。我们只想铲除归海龙，救出他带走的二十多只半吸血鬼婴孩，如果你们……万卷月灵的话还没说完，视野之内这些高等吸血鬼就朝他们扑了过来。不对劲，他们好像被控制了。就算是被别人控制了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不要对攻击我们的吸血鬼手下留情。万卷月灵语气冰冷地提醒大家，战争的号角由此吹响，狼人们纷纷化出兽形，同猎人一起厮杀吸血鬼。很快这里就变成了一片修罗场，枪声不断，血腥味也越来越浓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